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盛恩。今天我们要来讲弦钉对于吉他音色的影响。为什么今天会讲这个主题而不教吉他呢？因为我今天在教课的时候，刚好一个学生问了我这个问题。那原本我只是用文字的在叙述给他听，后来想一想呢，与其用叙述的，刚好我手边有象牙的弦钉，还有黑檀木的弦钉，我就让他直接听这两个弦钉在同一把吉他上面的影响。那这个影片会分成三段，第一段是用 Schumann 的 1852D， 那它的原厂的配置是黑檀木。第二段影片呢，我就用象牙的弦钉。第三段影片我就把它综合，低音弦我用象牙，高音弦呢我就用黑檀木。大家来听听看这个差别吧。以上呢就是不同材质的弦钉在吉他上面对音色的影响。那由于是临时起意的，所以呢并没有用比较完善的录音设备来做更精准的比较，但是呢我想简单的用手机录，它的音质应该勉勉强强还可以，至少它是可以听出相对性的，虽然不是绝对的。那这个影片呢如果帮助到你的话呢，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的频道，也请到我 Facebook 的专页帮我按个赞，谢谢大家。